附近也有卖这个欧米茄，但是 yakitori bento 这个也是必吃必。旅行天，旅行第一站就是 Seven Eleven， 我们过来买我们的早餐，然后想说可以到附近的就是韩馆那边的超商再接着买，跟。我们打算在韩馆加油，因为听说韩馆的油是最便宜的，所以我们打算在韩馆那边加油。走喽，耶！结果我们经过这边就很想要来看这边的海，所以我们停车下来，他们往那边要去看海，我也要去看。你们看，是渔船，我们来到了渔港。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男朋友他们家是原本就是出海捕鱼，就是捕那个 hodade 是什么，捕扇贝啊，跟捕螃蟹，还有捕鱼的专门，所以其实这个港口我已经。就像类似这样的港口，我在就他们家附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其实没有就非常的惊艳。哎呀，那边有好多海鸥啊，海的味道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次带大家一起坐，就是男朋友爸爸妈妈的渔船，一起出去捕鱼，应该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风景吧。但是要看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有没有机会带上我，毕竟我又不会捕鱼，然后坐船又会晕船，他们应该是不想带上我啦。朋友都睡死了，可怜的司机独自开车。こんにちは。哦。他们认真会走来走去，欸，就是他们一直在绕圈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住的 hotel 就是那一间，这一间白色的。今天没有昨天天气好，但我昨天也不想要出来了，因为昨天就是开了一整天的车，所以出来真的太累了。说真的，这些热带植物啊，我在台湾都有看过呢，大大的花，但是还蛮漂亮的，就很少能在那种温室里面看到热带植物。如果你们是就是已经来过韩馆很多次的话，就觉得还是可以进来逛一下。这个我妈妈看到一定超开心的，她最爱养那种很大很大的仙人掌，就是都会踢到然后不小心扎到的那种。
ちゃいいじゃん、これコーヒーのいい、めちゃいい、これのあったなあね、あのチーズケーキ、有名のチーズケーキ、あ、ボナペティの主食、はい、今お試しいただいてますが、いかがです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うん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箱と、あとはお気持ち短くてお得なセットが奥に、はい、普段ないので、普段はこのお値段な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、お気持ち短くて、はい、すごくお安くなったものが奥に。おー、はい、行きます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あー、行きます。いいね。他说这个平常就卖没有这么便宜的这个价钱，今天才有的，所以我决定买一个回去给令令当他的欧米亚给。さっき試食した美味しかった。うん。そんな高くないね。これ今くれたやつ？うん。これでしょ。ただ切ったんですよね。多分あれが。うん。私一個買う。食べ物じゃないじゃん中に食べ物入ってるハロウィンだからね、いいね、他有卖一个一个的这种，一个180，他有综合口味的，这个感觉也不错，所以上次买就是这个，这个很好吃哎，真的有白色恋人的味道，这是新商品哦。还有 Halloween 限定的乳酪蛋糕跟生巧克力，Halloween 的特别包装。如果你们来那边那间的蛋糕店，就是 cheese 蛋糕店，真的超推荐的哦。我每次来都会买。清真公园这边就是有很多很多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食品店或者是欧米亚给的店，所以就算它就是盖在古迹里面的，就算你没有想要买欧米亚给，也可以进来就是稍微的看一下，因为如果没有进来看，你应该会后悔。然后这个是京都非常有名的蒟蒻。就洗了皮肤会非常好的那个，还有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，多多罗达，我喜欢奈，我喜欢奈。这么没有人的金森仓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原来真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基本上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人。你们看他们把船的这个那个换成 King 妹子的压一把，而且画得超像的，真的很有才耶，这个画爆像，超可爱。我一年口语看见これを、これを私前しばらくハマった。これ買おう。两个。之前我们家附近也有卖这个欧米亚，但是因为现在 corona 的原因，我们家都没有进这个了。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誰に買ってあげる？これ夢の日。マツ。これ。
韩馆就两个起司蛋糕有名，第一个就是这个，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去的那间店，就这两个起司蛋糕是韩馆最有名的。招式的那个哥哥跟我们说，如果你要买伊卡梅西的话，你一定要看他后面的那个制造厂商，然后是北海道韩馆是制造的，就是一定要看是韩馆产的。如果就是你买到那种特别便宜的话，通常都是东京生产，就没有必要特别来韩馆买。这样是一个小 point 哦，大家要记得哦。韩馆超流行的这个 yakitori bento， 这个也是必吃必买之一哦。那你注文する？这边有很多种类。どれが注文すればいいかわかんない。あんた書い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ペンここです。リンゴいらねえ。店内的感觉其实还蛮复古的哈，但这间真的是很有名的店。而且它的 yakitori bento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。この車は可愛い。飛行機みたいな感じで可愛い。刚刚又在车上睡着了，天哪！그러면 나가食べ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？ここに食べてもいい。私は払います。